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刀。那么这期呢，在这个上美林卓越汇负一楼啊，麦当劳旁边呢，有一排这个内丢机啊，我们来看一眼。但这边的机器就是它的拍数都是不到两拍，就是很难受，一甩呢你就会顶爪，刚好一点多拍你甩起来呢就会很憋屈。像它这个零食，哇，这个天车好紧，然后翘上天了，也没有保夹，所以就说咋整呢。A few moments later.
好了，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，200块钱。我觉得我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来这里了啊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像还是可以来的啊，好像还是可以来的。